好了吗？哎，来啊！哎，怎么样？你看我像不像小姐姐？我看你不像小姐姐。那我像。偷鸡蛋的。我偷什么鸡蛋呀？哎呀，行行行行了，那凑合来吧，凑合来吧。差不多就这意思了。就你打这边来，我打这边来啊！啊啊！行，请姐记住了吧？记住，现在开始。现在开始。来啊，现在表演啊！小姐姐，你撞到我了。对不起，我撞到你哪儿了？你撞到我的心里了。哎呀！别动！啊，你的脸上有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有点漂亮，我的天哪！你的眼睛真好看，是吗？不过再好看也没有我的好看，哼，因为我的眼里全是你。哇，它好甜呐！怎么样，被甜到了吧，我的小黄鸭？小黄鸭？嗯，谁是小黄鸭呀？你是我的小黄鸭呀？怎么呢？你的手不分谱啊？谁说我的手不分谱啊？还真分谱啊！讨厌。你占我便宜，我不理你，我走了。你走吧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啊，否则见你一次爱你一次。油嘴滑舌，讨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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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女的劲儿太大了，你看我手都破了。宝贝，疼吗？疼。不，再疼也没有我的心疼。哇，亲爱的啊，打今儿起你就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上我们家的户口本里去。上那儿干嘛去啊？这样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我的天哪，他嘴跟抹了蜜似的。哇，我好幸福啊。哎呀，老公老公抱抱，我要公主抱抱，飞起来的抱抱，我要抱抱。不是，咱适可而止。你主要是体会我刚才那个语言就行了。哦，你还抱抱呢？我抱动你吗？我，不是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学习您这一套？对呀，就我刚才那一套话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就能搞上对象吗？这没问题。您给我个机会，干嘛呀？您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呀也来一回，行不行？哦，你想再学习一下？我演你那角色啊？啊，那这样吧，角色互换。你呢？来这个小男孩。哦、oh, ，我来这个小女孩。可以啊。啊，咱俩就是体验一下。啊，行吧，你来这个。哎，行，我这样行吧？啊，你呢？就按我刚才那套词儿。啊，你那套词儿。一模一样的来。哎，小姐姐，你撞到我了。对不起，我。撞到你哪儿了？你撞到我哪儿了？哦，你就撞我这儿了。这我撞你这儿咋了？你撞我这儿就不行。不行我就撞了。哇，你还真给我来劲你。哎呀，你这玩命来了你啊。我刚才是这样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什么，你好好想想。我忘了，我想着。哦，想起来了啊，那个被我甜到了吧，我的小野猪。小野猪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我走了。别走。你走是吗？啊，你走你一会儿你就掉沟里。你掉沟里！不是怎么了？你看，我手破了，手破了没关系，啊，这还差不多呢，这个，还知道给我手破了呀？你一定要注意，
真的。你给我套个塑料袋干啥呀？爸，你失血过多，这不给你接着点吗？我接着做血豆腐去啊。你到医院再输回去不就完了吗？那还管什么用啊？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啊？说好听的我也会啊。你说啊，打今儿开始你就跟我走吧。上哪儿去？上我们家那户口本里去。干嘛呀？这样的话我就是你爸爸了。这去你的吧。谢谢两位，谢谢。